Get out of the car. Shots fired. Get out of the car. Shots fired.下车，怎么了？下车，徐浩，你先下车，怎么了？你先给我出来。你弄啊，你想弄？不，我没有，没，有喝酒吗？哎，新凤，他喝酒啊，闻到味道了。你喝多少？两三瓶啤酒是不是？来超标哈，有车子0.26。来，木先生，我跟你讲哈，你现在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，第一个你可以保持沉默，无需被这些车陈述。警方呼吁民众如有饮酒，应充分休息。警方对于酒后驾车，零容忍，并持续在各路段及其取缔酒后驾车的危险行为，确保用路人的安全。